好的，各位观众，我们要解决收音补光，又要流畅，又要欧美版专业，这个拿出来欧美版的，东方版大概这样子，欧美版才有这么长，这大家都知道，不用我科普。那我们有这个麦克风之后，通常就是直接插在这里来，这个叫做 jack。那么你如果说觉得这样你不爽，那你还可以这样用。就是把这里接成无线的，这整只可以接成无线的，就这样接。那这个这样子呢，它就射出去了。射出去之后呢，这边再把接收器放到这里来，这里输入进去，然后再用 pitch 轴的这个3.5孔，2.5转3.5转到这里来，你就可以形成一个专业的采访收音套组，这样子一整套。含灯光、含麦克风、含脚架、含稳定器，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外面这种麦克风一支有牌子就8880了。我们有灯光、有稳定器，什么都给你，8880。因为八八节没有卖得很好，啊，我也承认，所以继续8888，好吗？主旨是买的人发，我也发。开始，这个4K 热档的部分呢，如果真的很严重，加一个这个叫冰风扇。然后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这边贴一个叫做冰封导热贴，它用吸的。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用那个橡皮筋，两条对绑，它就不会宕机。好，先讲到这里。来，我们先调 pitch 轴。哦，头太重了，头太重了，我们就往后退。那这个线我们就先不理它哈，线我们就要把它挪到前面来。一条线是收音，一条线是充电。啊、哦，这条线是充电跟控制，啊，以不打扰为原则。好，这样就好了。好，那再来退前后，要前后移动，来退后一点点，前进一点点。好，锁死。好，这叫假平衡，也可以用。我们先简简单单的弄，再来做摆哪里平哪里真平衡。这边是太重了，好，再挪回去，平了。好 ，OK， 这样就可以开用。再来这边，哎，马达太重，马达太重呢，我们就这边退一下，然后变成相机太重，这样就这样退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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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一点点退。好，平了，这个杆子水平，就代表可以锁住了。好，那我们这个稳定器就大功告成之后呢，我们就启动。好，电源打开。那它的灯光呢，躲在这边，还有它这个设备呢，800多克。所以我们卖8888。好，启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没塞弄掐，啊，来，再来，第一阶段收音，指向麦克风，超指向，指向，专业麦克风。好，瞻仰一下拍照，再来打个灯，啊。亮的不要不要的，通常人哈大概这样就好了，因为它实在太亮亮了。好，那再教大家哈，这边粘一块那个叫做那个卫生棉的那个包装纸、磨砂纸、半透明的描图纸，好，把它这边粘一块，光线会柔和很多，也不会那么硬，好，会漂亮很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告一个段落，1、2、3，搞定。灯光有了，收音有了，那么你现在这里到这里是最简单的，这里到这里最简单，就不教了，已经教到烂了。好，那以上这支 Crane N3 Pro 陪大家一起发财，18个月公司后保固，谢谢大家，谢谢。现在这是全向的 Holy Land 150 Lock， 它的环境比较大，在餐厅的时候，甚至阿嬷在骂孙子的声音比你讲话还大声。因为餐厅嘛，就是吵嘛，嘿嘿狗嘛，这样子你就完蛋了，会很惨。首先第一阶段先用这个，
这个最便宜的方案，我们的台湾队麦克风，指向麦克风。这个指向麦克风呢 ，Sony 可以用 ，Rode 可以用 ，DJI 可以用，所有的麦克风都可以用。我跟大家说明哈，这是指向式的。我从后面很小声，这叫 G800 Mark II 啊。这个是 Type C 跟 3.5 都可以用的，可以比较大声，看一下哈。关键就是你们买所有的无线麦克风都必须要买一个这一支叫做指向式麦克风。当有了指向之后呢，它就可以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加纯净。好了，拔掉之后呢，就是全部连空调都会跑进去，杂音会比较多，这一点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因为你们选错麦克风头，没有买麦克风头，那它原厂的头跟这头一模一样，声音结果一模一样。那这支稳定器它本身附了一支欧美版麦克风，这样子插进去，记得跟我要这个头，这个叫做大转小，6.3转3.5，声音又更棒了。因为它的声音，这支麦克风是很好的麦克风，声音又更加的丰富清亮，那可以更接近我们的嘴巴，拿起来呢可以让环境音变得更小，两段的声音会变得比较大声，这环境会大一点点。中间这里呢，我的使用体验是声音呢会比较小一点点，是因为它过滤掉了环境音，声音会比较干净。以上呢，我们针对 Holy Land 跟这个产品叫做智云的三者稳定器，配合了无线麦克风方案，这样子就可以在100公尺以内和我们的设备进行连接。好，以上谢谢大家，谢谢。